好厉害！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上去再说。 说的就是那个空中的立方体。 飞行考试早通过了，还开什么公车呀？你说什么？
大小姐，小心，左边，左边来了！哎呀，右边，右边也来了！要砸到了，要砸到了！死地球了！大小姐，快看！ 随便变道的。 好险呐！看来那些埃及空军就是被这招阴了。跟踪到的，没见识过吧？怎么又是你啊？
我们这里有一个病人，名叫陈宇，他是个残疾人，从医几十年，这孩子的状况我还是头一次见。目前靠您输血只能缓急一时，如果查不到病因，只能看他的造化了。实在抱歉，能缓就行，医生您只管抽，多少我都撑得住。 最轻，弦音长。